哥哥爸爸真伟大，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생각대로되는게입만열면다반대나무잡고퇴퇴퇴문제야문제江丹尼尔，两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六月二号，星期四。성과일향기가퍼져이기분은뭘까아주살짝감긴나의눈이빛나고있잖아사랑을말하기보다완벽한밤은없어真的是防不胜防，烦不胜烦，每天就是要接这些垃圾简讯。我是你的某某服务顾问谁谁谁，请联系我。啊，我之前传了讯息给你，你有收到吗？你有收到这些东西吗？偶尔啊，就是你上次跟我联络之后就没有再干嘛了，请回电或干嘛？怎么还不去死？我要打电话，我来回一个，因为有的是用那种，怎么讲？他直接是用 iMessage 的，那你可能就找不到他。然后有一些呢，他是用电话的。我猜啦，就算我现在打回去，他应该也是不会通啦，马上就会挂断。假的。
对啊，来试试看啊。上次你是用什么称号上新闻啊？机智男哦。喂，你好，我是机智男，我姓机。谁姓机啊？零九五九，机智男又要再出发喽。只想问问看啊。对啊，根本就没通啊！干，真是死诈骗。就是要放端午节的假期了，所以这边呢也会提醒大家关于交通的问题要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呢首波车潮可能在今天下午开始就会慢慢涌现了，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傍晚之后啊，晚上啊，如果你要上国道啊，还是要建议大家查一查那个路段有没有拥塞，再决定一下你的路线。사람들은다하고싶은대로해진심비용껍데기뿐인거왜눈질끈감어기다리다가딱봐도보이지않는미래후회할때는이미늦었단걸알아너변하기만하면다쳐 My side 이상하게닿지이성의법칙마치말라가는니형식과똑같이오Dreamcatcher 的 Mason， 今天第一个小时你要跟我们放假前的上班族543吗？0223639955。Welcome aboard. Protocol. Calibrate system control.
technology. Scratch that, bring it back. 내 옆에서 내지 마. 몸이 고장 나서 reload. 난 어질 또 돌고 돌아 I'm in reach mode. 전에 없던 situation. 너 아님 너만 repetition. Trouble like a missed call. 비상이 걸려 버퍼버릴게. I'm on that glitch mode. Hey, 엔진 선도 위험해. 격은적은 난 필요해. 네가 다가봐 우디 우디 숨이 멎는데 가속도를 타는 심장 go speeding up. 이 감정은 어떤 말도 can't get enough. Hey, watch me, I'm a bit crazy. 저항도 못하고 hands up. 돌이켜 놔 into my mind. 한 방에 퍼지는 razor. Okay. Wait it. 이건 치명적인 사태. Shutting me down, 제어불가. 모두 다 say I'm too much. 네가 멀고 오는 달 뒷단소나기에 작은 사기도 떠나 숲을 기원해. Growing up to heaven, 펼친 어느 선을 아무리 막아도 잘 안 나가. Trouble like a disco.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上班族5430223699523639955。刚在广告时间我失去了你，现在我们又回来了。
of blood. Don't right. jump, I don't feel him. But still, I'm in you and I. Red Velvet Feel My Rhythm。 如果呢你之前可能你已经听千千点点啊，听我们听很久了，就知道我们曾经办过那个帅哥世界杯的比赛。那你很喜欢这类型竞赛的话，你觉得哦好开心哦，喜欢这种主题的话，你不能错过今天的马克信箱。是吗？对啊。嗯。今天刚发行的马克信箱。是。我们举办的帅哥世界杯呢，是因为之前每次在办帅哥世界杯的时候就有人要来乱，就是要提这些人上来，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要这样，人世上人的美感就是不一样啊，每个人眼睛看出去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 我都已经限制告诉你是皮相，是脸皮，跟肌肉无关，跟演技无关。他可能真的爱他的那个 face。 怎么可能啊，如果你对光头情有独钟的话，今天我们有一场光头，那叫什么杯啊，光头帅哥世界杯，精彩绝伦，但是没有很就是一个听众的来信，他自己提的，所以他可能没有提到很多人心目中的，包括像是张卫健啊、刘德华啊，就只有就是你直觉现在会想到光头啦，不是说他那一个戏的光头，他可能私底下就是光头这样。哦，反正就光头啦。赵薇啊，赵薇进来才是干嘛哎、欸？真的要确定哎、欸。It's getting wild, it's getting you wild. 이제는즐겨야돼이별을즐겨야돼 It's getting you wild.他们是 B1A4， 这首歌曲就叫做 Solo Day。 在群组当中有人问，我没有宠物，但我就是想要买臭味滚送给有猫狗的人，那这样会是个好礼物吗？这个我因为羊、我可以分享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是生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因为曾经在某一年广播女神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一系列的狗的袜袜、狗的衣服啊、狗头套、狗衣服，她看起来没有很开心。
而且那个，而且重点是那些娃娃跟头套 size 也不太合，盲选，因为他根本就不理解宠物的尺寸。但是臭味鬼因为没有尺寸的问题了，它就是让你的朋友家可能会比较芳香一点。因为它是消耗性的物品，如果你要买那种猫咪戴的墨镜，哦，我也不太确定饲主会不会开心哦。但消耗品，譬如说像什么猫砂啊、罐罐啊，它就是一定会用的、啊、哦。猫砂跟罐罐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家的清洁的话，那就是对啊，除臭喷雾或是洗毛剂，那应该没什么差别啦、嗯、没错。Hurricane처럼 몰아치던 내 자신조차 날 모르던 질주만 하던 나에게 너무 귀한 네가 안겨와 뜨겁고 작은 혜성처럼 와 온 천장을 녹여버렸어 더 좋은 남자 같으고 싶게 해 진짜 남자로 태어나게 해 내 이름을 불러준 네가 환상적인 네가 너를 선택한 이유 내 삶의 가장 큰 선물 날로 비끌어올리니까 It's gonna be fantastic 喂，你好。嗨，你好。你是谁？是上班族53吗？是啊。好，我是香山蔡依林。香山蔡依林，香山是在哪里啊？在新竹。哦，新竹香山蔡依林，您好，您今天要跟我们543什么？我想要问玛丽说，如果今天马克在工作的时候一直把手伸进去衣服里面，你是不是前几天传讯传私讯 Instagram 给我？没错。然后我一直伸进去怎么样？就是玛丽会怎么样？他伸进去衣服哪里？就是上衣里面。我就会叫他很常这样子啊。真的假的？那你可以接受吗？我身体，等一下，我身体上又怎样了？爱到谁？我喜欢摸我自己，怎么样 ？Touch my body 啊！太恶心了吧！摸我自己为什么会恶心？因为就是我隔壁的同事，就是一直做这个动作，然后好像很热，然后就是会一直手伸进去。哈，就这个还好吗？你说上衣还是裤裆？上衣，上衣还好吧？但是我们太清楚了，到底是哪里？我只是余光一直看到，你说他会伸进去擦汗是不是？这样子、喔、好像是吧。对，他因为他的位置离我很近，他会不会跟马克一样有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就想抓一下。像马克现在也在抚摸自己啊，嗯、左乳房，嗯，太恶了，你有听到吗？嗯，所以你是不是有？看到别人碰触自己的恐惧症。哎、欸，我奶子好像越来越大、啊。不可能吧？它是伸到里面嘞、欸。那我问题突然你非常频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下意识习惯动作就是这样，伸进去这样抓一下、抠一下。嗯。所以你玛丽是可以接受吗？你有时候听到我们在录马克信箱或是在节目当中，我就说不要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手就是伸到他衣服里面在抓。哎呀，哎呀，你好恶心啊！那好恶心，还好吧？而且私讯问你不满足，他要来再问清楚。对啊，因为他没有回答我啊。因为他就是会抓的人。他就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他觉得没什么啊。对啊，哦，是哦，因为我就想说无声的抗议就是无声，就是我就想要讲，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旁边人在笑，你的同事也很困扰，是不是？是我自己在笑。哦，对，就是，可是他抓自己，你要抗议什么呢？嗯，就觉得有点恶心，就感觉会有什么东西飘过来。飘，就哦，好了，没有，就是我单纯自己对脑补太多了吧？好吧，那怎么办？那就这样喽。
好哦，好，谢谢你们，拜拜。嗯，拜拜。好了，不要再抓了。我是在，有看到吗？你是在剥像我们穿内衣那样剥乳房吗？嗯、你怕外扩是不是？有看到吗？而且你今天是不是又穿女装？可以，哎哎哎哎哎，尊重尊重。한 사랑을 내게는 익숙했던 모든 것들은 그래 나 억지로라도 너를 지워야겠지 날 버린 널 생각하면 그래야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외톨이야, 외톨이야 다리 길이 달았고 외톨이야, 외톨이야 다리 길이 달았고 외톨이야, 외톨이야 사랑이 아파하고 孤独的人，如果同事他是有严重头皮屑，他会一直这样拨自己头发的话，那个我可能就会比较困扰，就好像东西会真的飘过来。对，那个我才会觉得有东西飘过来了。可是他如果只是抓抓自己的背，抓抓自己什么，我就觉得、雪花飘。你好。Hello， 玛丽 ，Hello， 马克，我是阿鲁巴豆。阿鲁巴豆，你好。Hey， 那我今天想要五四三一下，就是我家人确诊了。那阿鲁巴豆，阿鲁巴豆住一起。对啊，我们住一起。可是我那时候本来很紧张，想说就是不要抱，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建议我，就是他跟我讲一个策略，因为我打了三剂，我也是阴性。嗯。他说我还是可以，就是自主隔离，可是我还是可以出门。这样，嗯，然后像我觉得一身重担，要一打三，嘿，对，家里三个人，然后全部都两条线。那现在你已经确定没办法再跟女友见面了吧？啊，还好上个礼拜有先见了，我还是有包了两串那个粽子给他带回台中了，嘿嘿，没问题的，对对，嘿嘿，他的家人也吃得很开心，对对对。啊希望大家真的要注意身体健康。你也是。好的，谢谢。好的，拜拜。拜拜。
춤 보게 되었어 널 원하지 않고 견딜 수가 있을까 그렇게 쳐다보지 마 너와의 게임을 아직 시작 안 했어 나에게서 타로 쳐봐 너의 이상형 찾아봐 줄 테니 그 남자가 내가 되게 해줄 테니 보였던 우유빛 피부 긴 머리 끝에 남아있는 향기와 나지막한 목소리로 날 공격하니 날 이길 순 없어 yeah. 너에게 보여준 매직 빨간 장미 속에 숨겨둔 반지를 줄게 그 주인이 네가 내게 해줄 테니 Caus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rl 너와 함께 있고 싶어 파지오니아 바라보는 그대로 눈빛이 내 심장을 울려 지우려 해도 소용없이 끝도 없이 너를 향해 달려 내가 그대를 갖겠어 너를 위해서 모든 걸 다 걸고 전부 잃게 된다 해도 이미 게임은 시작되는 걸 잘 알아도 이제 너의 남자는 바로 나란 걸 말고 말고 안달하게 만들 테니 싶어. I'm thinking about you, girl.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rl. Just on my mind. 날 여기 두고 가버리지 마. Caus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rl. 널 내게로 만들 거야.这首歌曲呢，就是你 ，You， 就是你。你要上班族是三吗？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神的 Excuse Me 2:49，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的现场，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之味的到我这儿来，
来到我这边方法就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Yo。嗨，玛丽，嗨，马克。博远啊。你是博远。你不是博远，那你是？我是。哦哦，你今天是？博远，您要跟我们说什么？我想要为明天点歌词吗？我朋友想要听，明天想要听一首歌。哇，听不懂哎，你说什么？可以帮明天点歌哦。嗯。明天想要听什么歌？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哦，你说六月四号到啊？嗯。六月四号不是星期六吗？啊、今年没有。所以他要改在星期五播，是不是？对啊，我想说让他礼拜五可以听这样子，哦、要不然他又要自己播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啦。哦。我想说一下，我今天这耳机可以吗？不行啊。不行啊，糊到不行，不管在说什么。可能这不是他耳机的问题，这是他说话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黏黏的，因为我手机送修，然后。之前跟你们通话那个屏幕，不是，是你讲话黏黏的。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讲吗？我这样子说话嘞，还是有一点黏。你要慢到这样子会黏黏的，不是？你要慢到我这样子说话呢？要这么慢？好，我试试看。对嘛，很好嘛，可以嘛，你做得到啊。谢马克玛丽。然后我想要聊，我今天发现我可能是猪舌头。你今天是猪舌头？对，因为我今天在全家点了一杯，就是他们那个什么鲜乳拿铁。嗯。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喝过那个鲜乳拿铁什么什么拿铁，拿铁就已经是拿铁啦。就是他全家有一些其他这种什么伊利可可拿铁的牌子，有什么单品拿铁，然后跟一个什么，他们特别拿了一瓶那个牛奶去弄的那个拿铁，然后我发现我怎么喝，我都觉得跟一般的拿铁差不多，我喝不出差别，就这样，然后多花了一点钱，有点我觉得有点懊悔，多花了20块，浪费钱呐、啊。我觉得是浪费了，浪费钱，浪费钱。了解。好了，那还我没有其他要话要说，点完歌了，就这样。再会。廉价愉快。轮驾愉快，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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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铁就是咖啡加牛奶了。鲜奶拿铁的意思是鲜奶 double 吗？那就是重乳拿铁的，是不是？那不就是 flat white 吗？不就是奶更多了吗？夜影，给一点温暖。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妹妹爱漂亮喽。
知还能怎么办，我想多给自己一点温暖，打断